嗨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OK，我在这边为大家介绍这个 Imperial 在那个 Landmark 旁边的Canvas Hotel 同一排它已经有那个天桥给接过来了，所以从 Landmark 可以直接通过来这个 Detail 的shop lot。这个是 Imperial 这边最大间的角落间。3606 square feet，这间是最大间的，所以这个整排都要租啊，整排，楼上楼下，这个是101啊，它的面积是最大的，所以我现在走过来，这个整个都是101过后，中间有一个 staircase。So, staircase 后面是可以 combine 的，staircase 后面是可以通了，可以通过去那个，可以通过去这个101和102的两间 combine 上来。这个是102，102也是要租。So, 102，你看到后面有一个墙壁，墙壁那个是可以打通了。So, 这个是103，103也是要租。103和103A 中间有一个电梯，这个是 113A 也是要租啊。Until 这个15整排，So, 这整排是现在的市价是走4块钱一方尺，楼下是走7块钱一方尺了，楼下，说楼上楼下整排都要租。